What go？ 大佬神父，旧摆香港对面海钻石山陈七花园嘅华艺影片公司 ，Chinese Artistic Film Company， 系姓森嘅夫子石中山、石友与两兄弟打等嘅地方。佢哋啦，我哋一样都系啦，天主教会做圣职嘅。呢间华艺影片公司采嘅第一出影画戏系离奇神秘香艳奇情侦探默片《洞房雙屍案》。The wedding tragedy。石友与啦，佢喺联华港厂采铁骨兰心时拍过档嘅冯洁贞合演，仲有当时嘅新晋女星林妹妹做主角。其他配角仲有瘦骨鲜杨君侠、胡少卿、陈纯初、谢福兴、黄德、Abraham 细佬兄弟。呢出嘅情节离奇，剧指纯正。石友宇饰演一斗足智多谋嘅少年侦探，本莉拉由林妹妹饰演嘅老巨行埋，不过老巨嫌佢穷，满足唔到佢嘅物欲需要，改嫁俾斗搭水老坑。揸埋扮板枪嚟踢豆家，定系扮公噶？点能知？老巨拉老坑洞房过敏，俾人怼冧佢哋，搞出呢一单相思案。Hello， 马达撩牙，即刻派差佬嚟呢树啊！差佬喺老巨个三大树，就能出一封老巨拉石油鱼嘅订煲信，刁难妈。石油与妈做捻咗疑犯，好彩跳八婆冯洁贞知道佢系冤枉嘅，就暗中帮佢寻凶。正一喺后婆遇上脂粉侠，干柴烈火，他捻着迷，